算出来了。是你。你们俩认识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我们聊聊吧。你还记得我吗？那你还记得这个颜色吗？看来是想起来了。其实我们不是来找茬的。我下午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，那个张口说内衣的人是你吧？你别否认啊，我们可是从你房间听到铃声的。是我。那东西确实在你那儿。快递送错了。果然。那您能把东西还给我们吗？在屋里，具体在哪儿我也忘了。大，我们怎么找啊？这么多画，都是你画的？我师父、师兄，小时候一起在这里的。喂，喂，你晃我们来干嘛的嘛？你是鱼吗？就七秒记忆？哎呀，会画画的都不会是坏孩子，你不要把东西看太重嘛。不就是内衣嘛？我帮你找。别往那边去啊！不就一个碗吗？你至于反应这么大吗？好像不太对劲儿，这个碗好像特别重要。这就是个普通的陶瓷碗啊，一看就不是什么贵重物品。屋子里面这么多画，会真的？走走走走走走，快递我不要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这样子好吓人，这样子好可怕。东西拿回来了吗？不仅没达到，还打碎了别人的东西。不就是一个碗吗？这种碗到处都有，我现在就去买一个。可是你不是还要工作吗？现在都快九点了吧？你帮我去行不行？我这个人就是欠不得。